世人都道神仙好，哪知神仙也烦恼。若是工作没做好，下凡历劫少不了。从即刻起，二位结为历劫仙伴。你别看我，你是时候学会自己面对了，对吗？咱们都看看他们是怎么历劫的。这次的设定就是在他最无助绝望的时候，出宫仙君从天而降，救他于水火之中。你内心戏未免也太足了点吧。我们仙君果然是英伟无双啊。我们小影也不差啊。你们四位好有雅兴啊，要不然再好好看看。好嘞。我就希望他能平安再娶一个知书达理贤良淑德的媳妇。这是小翔特意为你做的温馨家宴。我想把婚退了。这通往爱情的道路上必然有阻碍，走的道路越坎坷，得来的爱才越深刻。就算我们今晚同床共枕，大王也不会对我做什么。我不是说你不行啊。等着小祥子和出空神君结成神仙眷侣。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清醒一点。出空，这次历劫都发生了什么？本君很是好奇。我的，想不到堂堂的麒麟族二殿下竟然是个妻管严，